县令，哎呀，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，为兄担心得很呐。夜探鬼市？怎么？难道是谬传？在下确实自作主张，将属下一十九人派给了金吾卫，请县令责罚。哎，这不怪你。 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，他来要人，谁敢不给呀？那些人我都见到了，并无伤亡。我担心的是你。我？啊？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，莫非误了什么事儿？胡说！昨夜我见长安县捕首尽数而出，便亲自来此间寻你，你根本不在呀。 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？贤弟呀，你我都兄弟相称了，你竟还瞒我？哎，小弟不敢，只是两探鬼市，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又险些丢了性命，实在是难以启齿啊！我为长安县令多年。 手下六任县尉，除五大起之外，进阶升迁，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。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，办案更是不畏风险，亲力亲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。哎，您说笑了，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，为县令马首是瞻啊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！幸亏你鼾声起得晚，若再早些，我就更尴尬了。走了。我就说我不愿意留嘛，你还偏不让我走。 现在又嫌我打呼噜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起来跟我走，去拜访西施令。苏县尉，康令去巡视了，我去请。不用了，我在里边等他。苏县尉。 老飞，苏县尉，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？哎，我跟您说，这里这后院很漂亮啊，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。正是。哎，苏县尉，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？您看这里好，我就喜欢花。 真香，沁人心脾。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。你这么肯定？你不信我？行行行行。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，他可……他装糊涂的。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，毕竟口说无凭，康令也不会认啊。这还不简单？ 弄几只这花回去，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。怎么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？康令，我……哎，康令息怒，这里香气扑鼻，我是闻香而来。苏县尉有何公干？啊，那日劳烦康令了，今日前来，登门拜谢。客气了。 走吧，到屋里说。哎，康令，你这花真香，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，能否赏我两枝？这花虽种在西市署，却是替别人种的，我做不了主。什么人这么大面子，能让康令替他种花？是个商人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走吧。
长安县与西市属唇齿相依，日后还请康令。康令，康令，康令，抓到一个偷花的贼！什么？走！你是死无名，你不是来盗窃的，就是来偷花的。来人，打这个贼！来，收等。康令，息怒。 他不是贼，哼！这我一眼没盯住，他就偷了花，还不是贼？我想啊，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，想给我取几只而已。苏修为不用解释了，给我打！打！住手！康令，他是我的人，放了吧。怎么康元礼，金吾卫的面子都不给吗？那倒是不敢。陆大将军。 幸亏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。苏无名他混账！闯亮将，哎，这花可真好看。康令，送给本将军吧。 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？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沤制而成，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。你们谁要是死了，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，可保数月不腐。学会了吧？不用谢我，走嘞。哎，先生稍等，让先生受苦了，无名给您赔罪。行了吧，苏县尉，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。 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，钟良家，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，就告辞了。嗯，我费吉师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。你一直在鬼市，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？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，不就是阴尸郎吗？你认得阴尸郎？嘿。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，这阴尸郎自称是鬼，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。哦，对了，前两天说是飞升了，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。你消息很灵通啊！在鬼市住了40年，能不知道吗？其实鬼市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太阳。 种不了花草树木，所以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元礼呀。这里是长安，六军把守，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，何其难也！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，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？西域幻草。 庄郎将，苏某大胆推测，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。啊！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，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。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为违禁之物，想从外地运入长安，绝无可能。
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。光天化日，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？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？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，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，都是因为韦后之乱被查封的。这些地方。 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？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？钟良将，大将军来了。卢林甫拜见大将军。你受伤了？没有。 大将军，几日之内折损3名将士，你自己还受了伤，不是在两军阵前，却在这区区鬼市。卢林峰，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。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，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啊！大将军，你闭嘴！从今日起，无权调动一兵一卒，以门思过，等候处置吧。 昨夜钻出洞口时，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？方向面具。上次你说，新娘失踪案始于1年前，而长安红茶也是在1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。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，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，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，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。由此可见，两个案子之间。 密不可分。哎呀，钟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！我只是猜测，钟郎将给出的是结论，能一样吗？再说怎么能拿我和钟郎将比呢？你，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，谦虚什么呢？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，证实苏无名的猜测。 这个，他刚才也这么说。这件事儿，我区区县尉，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。交给我，钟郎将，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。就算有兵权，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，更容易打草惊蛇。可是钟郎将您出不去啊。 大将军刚走，我想从正门出去，当然不可能。但是，他并没有让我闭窗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，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？你是让我犯宵禁吗？身为金吾卫，怎可知法犯法？再说了。 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，才不会被怀疑。国忠，哎，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，做隐秘点，别让大将军知道。是。温超，司户参军，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，瘾不小啊！但我没问出个一二。不过，他掌管婚丧嫁娶，值得好好审一审。懂了。哎呀。 有3处可疑的院子，我都取了一些来。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？在这儿。
人是此毒草。中郎将何往？进宫禀告太子殿下，魏将主犯缉拿归案，禀告太子殿下何用？大将军霸我兵权，如何缉拿主犯？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，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。朝堂之上已有微词，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？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？你手下那些废物，还值得一提吗？昨夜我也在鬼市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十九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师。可对手，我已经领教过了，手上无兵，打不赢他们。那是因为打得不准。 卢将军盖世武功，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，剩下那些喽啰嘛，就不让您费心了。中郎将，苏宪文，这是哪儿？中郎将。这是谁呀？将死之人，你不必在意。费先生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哎呀，你也来！我回了趟鬼市，打探到了消息。本月十八，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，贵得离奇。 现在就可以预定啊，银子不卖，一锭金，一两茶。文超去鬼市买红茶？对，他还招供，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，您出的。哦，是这样。 前几日他来我这儿，说要讨杯茶喝，我说存货不多，让他去买一些。谁成想，他居然去了鬼市。哦，可是苏宪伟啊，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，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，之前是猜测，现在已证实。您请看。 这里边是什么？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，明罗草，又称西域幻草。真的是违禁物？文超还说了什么？他说。 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，一直都是他送的。哦，对呀，这学生孝敬老师，应该不算是贿赂吧？当然不算。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？应该是他买的呀。长安红茶的价钱，您一定听说过。 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你也一定很了解。他买得起吗？他每个月都来两次，都是在我家里交易。司户参军长户籍，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，不知朝廷。 苏宪伟，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，我绝不会收啊。只是，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。苏明，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直说吧。老爷，父亲大人，看你们谁敢拦我！
师老，我喜君啊，有事吗？父亲，记得您说过，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，我现在想喝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苏县尉，小女多日茶饭不思，一心赴死，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，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，我也得煮给她喝。你稍后。来来来，喜君啊，坐啊，父亲给你去煮茶。喜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父亲，您一直派人看着我，女儿寻死都不成，我只能如此了。我义义君，请为我备马，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，立刻就走。哎呀，想见萧将军，又何必跑那么远呢？你是谁？哦，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姐。这没你的事儿。哦，那我告辞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。你站住！魂之术，人间的思念在哪里，亡者的灵魂就在哪里。喜君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，恨不得随他而去，他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？苏无名，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，你少在这里插嘴。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，就请耐心等待，今夜子时，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，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，如何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信不信我全由小姐，只是就算是你要自刎，也不急着两个时辰吧。我见小姐面容憔悴，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，再梳洗打扮一番，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，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啊。收场，害死了喜君，我就杀了你。裴侍郎，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，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，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。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。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，治她的心病。你能治？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。少在我这儿故弄玄虚。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，现在萧将军已死，没有药方能够治他。裴侍郎，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。还得跟您借样东西，就是那幅画，喜君小姐亲手画的萧将军像。这是何人所画？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。苏无名，大战在即，你又替裴侍郎千金，你没事可做了吗？之前新茶上市之日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，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，
之前三天是中元节。若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，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。可是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？断之要在于步步为营，有些疑惑急不得，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，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，不想掉脑袋他必会戴罪立功。是仙人来了。温参军一向可好？好，不好。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？要出嫁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。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？是，没有鲜明的滋润，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。拿着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听人议论，说仙人已经飞升，离开了人间。幸好只是谣传。并非谣传，我确实飞升了。那您这是？常饮仙茶，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，都轻而易举。哦，对了，仙人有何吩咐？三日之后中元节，有几家婚嫁呀？仙人说笑了，哪有那一日嫁女的？冥婚，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，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？不，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。好，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。是。想不下金无玉，你只能自救。如何自救啊？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。不会吧，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。这次应该是月中。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，长安这么大，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，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。而刚好喜君小姐御画上之人。你会害死她的，苏无名，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。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，看来你们之间，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。数月前，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，欲领兵西征。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，抽身乏术，居然让我冒名顶替。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，断然拒绝，怎奈他死皮赖脸。我决定见到裴小姐，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，绝不为其隐瞒。却怎料，
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，却清雅脱俗，更聪慧过人。中郎将一见到她，就不忍让她伤心。正是。席间相谈甚欢，互生情愫。没有，我是替表兄赴约，只是草草应付，何谈生情？草草应付，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！多喝了几杯，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。可如今盛情变深情，自萧将军噩耗传来，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。若她真有不测，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。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。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。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，若贸然出现，只会真的吓疯喜君小姐。那怎么办？将错就错，今夜你再舞一次刀，如何？熟就对了，这人你认识，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。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，那喜君看出来怎么办？偷什么梁换什么柱，那画上原本就不是萧将军，就是他卢凌风，如假包换。可惊扰了萧将军。苏无名竟出馊主意，这舞什么刀啊？你看，伤口又裂开了吧？若有金甲护体，也不至于中这一箭。银枪在手，杀敌更费不了那么大的功夫。
金甲银枪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。说起来容易，金甲还好办，但这枪太长了。中郎将是在想三天以后的事儿吧？干什么呢？我的枪！好你个飞机师，你干的好事！不是，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，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，好贵啊！你看着，你看着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拿来！你看看现在怎么样？好你个飞机师，不光会智商啊！既然很贵，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？那是谁的钱？当然是你的钱了。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，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。你听我说，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，足吃足喝几个月，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。可是没想到，碰见他了。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，所以那个钱呢，我就没舍得买鸡吃，买酒喝。区区玉牌，能换此宝，是他的福气。怎么样，太子口谕，今日政务繁忙，无暇见你。太子还说，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，服从军令便是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前日奉命搜查鬼市，遇到禁地，若非金吾卫保护，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。为我们断后的两名金吾卫中箭身亡了。那可是天子护卫啊，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？让兄弟们涉险，苏某赔罪了。哎，苏县尉，您何罪之有？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，再让我们遇上，必手起刀落，要他们的狗命。就是，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计，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。三位八字说的对，我们不能白吃官饭。对，我们不能白吃官饭。诸位的豪言壮语，吾民敬佩不已。那些妖人以漏破绽，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，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。听苏县尉吩咐。吏部侍郎裴坚今日在朝堂之上指长安红茶为妖茶，历陈四大罪状，朝野震惊啊。天子降旨了吗？没有。那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？
也没听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婚女子一时有二，请仙长过目。裴坚之女裴喜君。是啊，听说长得还不错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我倒是略知一二。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西域，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。裴坚也是没办法，不然身居高位，却给女儿办冥婚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就他了。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我仙茶四大罪状，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茶。无忧风波起，惊觉寰夜里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浊心念生安逸，万计不休跋涉夜袭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雨，是正义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未半撑起了天地，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，总有在心里出命运，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念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，山浮荆棘，道为缘求。心为正义，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未半撑起了天地，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，总有千帆险境一不枉此行，只惧尘雪落尽空有缘未明，生死何以将青浪花尽这好风景，冉冉正气是心有所